什么零食吗？我还要橘子。那么多橘子都吃完了。他们说我们家的橘子太好吃了，吃100个都没问题呢。哎呦，是吗？可家里的橘子都吃完了。啊，你们去农场摘些回来吧。我们去吗？你们想吃多少就摘多少。奶奶呢？去洗完衣服就过去。朋友们，不如我们来唱歌，别吃橘子了。吃吗，小瑶？摘橘子一定很好玩吧？我不觉得好玩哦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先过去，奶奶很快就来。好。真的好想快点摘橘子呀。我们到啦，欢迎来到小瑶家的橘子农场。我下次还想来玩。唉，真是的，我得快点多摘一些橘子。我们吃小瑶摘的橘子吧，刚刚吃的橘子可好吃了。味道好奇怪呀，跟奶奶给我们的橘子不一样呢。
这个橘子好像有点苦。我的没有味道啊。好酸呢。怎么可能？确实跟奶奶给的不一样。什么跟奶奶给的不一样啊？奶奶，我们一起摘了橘子吃，可是味道很奇怪。我来看看，你们摘的橘子都还没熟呢，还是橘子宝宝呢。所以味道才会这么奇怪呀。那我们应该摘什么样的橘子啊？我来看看哪个橘子熟了呢。找到了。你们看，这颗橘子整个都是橙色的，表面坑坑洼洼，这才是成熟的橘子，看到了吗？然后我们用剪刀把橘子从树上剪下来就行了。来尝尝看。好神奇，真甜啊。奶奶，我还要。大家别吃了，奶奶该累了。奶奶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摘橘子会这么累，以后奶奶在摘橘子时我不要在旁边唱歌了，我也要帮忙。哎呦，我的小瑶长大了呀。不过小瑶啊，听着小瑶的歌声，奶奶才更有力气干活呢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所以以后也要给奶奶唱歌。我知道了。橘子正好